什么样的表演会精彩？那个来听了是唱的或跳的，或者是等一下是穿着 bikini 上来的。大家热烈掌声邀请强变乐团的黄牛。哎，我现在杀气很重，我来踢馆的哦。我跟你讲，哎，看什么看啊？哎，我的碗呢？把我的碗拿上来。碗，快点。水管。哎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叫做小碗。请碗店刚帮我拿一下，我要踢一下。这是一种仪式，只要踢到碗，大家今天之后运气都很好。听到你小心，因为那个小管很臭。准备，只要我一听到，你们就掌声鼓励，一二三。差点破灭。再次，一二三。你看，这个小管经过我的脚风，它已经弱不禁风了。知道黄牛要来踢馆，但是我不知道你今天是这个造型来的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是夏威夷的 Aloha 的主楼，就是因为大家希望大家可以穿得凉快一点，你这样确定你穿得凉快。我今天就是要把场子弄烂。夏威夷，今天晚上下大雨的时候，下午啦，下大雨的时候，我就在想说，哇，应当晚上会有人来看吧。他们真的很爱你，上来踢馆，对不对？上来看的是我自己。好，刚刚上踢馆成功吗？大家等一下哦，铁馆可以吗？我现在踢铁馆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我已经想办法想这个梗想很久了。因为你在之前已经说有人要来踢馆，是，而且他还会很 special。是，我跟你讲，我三天三夜睡不着觉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吗？真的，因为我一个晚上都在想说我要怎么办。对啊，昨天有一个团不知廉耻嘛，就是全身脱光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那个我如果脱的话。我们要拖时间，这样子等一下说我
黄牛那一段实在是太无聊了，压力很大。不会，我觉得你学宪歌那一段一定还蛮嗨。哎呀，你这样说我就说了。今天你们来看谁的？哎呀，掌声鼓励鼓励。要跟大家一起来玩，那怎么玩呢？哦，你有一首歌。